爸爸东俊的亲子鉴定是符合的，即马证明咱是爸仔囝。安尼罗在兴伊拖的咱爸仔囝小林，甚至利用你爸打给我这条，我的连离婚拢做会妥当。爸爸会让你知影我的心意。之前咱无感情无要紧。 哎，我即马开始培养。哎，啊！你是听无人话啦？我都已经讲过啊，知影结果是一回事，甲你小林又果是另外一回事。就算讲咱有血缘关系，又该安怎？我完全无想要插你，等谁事。 不准走！既然知你是我的后生，你就该让我留伫我身躯边。你是要怎么去放我走啊？不管你安怎反抗，咱是爸仔囝这个事实，这已经注定你后半世人要跟我绑做伙。放手啦！你干脆放开！放手！妈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 我无代志，该告我。妈，别走，别走。怎么样？阿祖，谁敢考我后生？我两个想拼命。当局无疑，家己的想法，谁都唔准丢兵。我拄则甲你讲遐话，唔是咧甲你参详，迄是我做好的决定。恁。 就是要给我绑掉掉，我听你咧下面啦，对不起，大爷，今摆我录去，就先安尼啦，以后等我要找伊的时阵啊，再甲你来就好。这个后生，我一定好好甲调教，一定要甲教教，甲我是同心的。 甲你甲迄个病啊，甲别人拢甲袂好势，一直用学票，也毋过我至少你还阁知影，要甲陈忠祥小姐来甲一款阮三姐，较有权威感啊，安尼哦，跳出去去找着杨一博。你知影阮今仔日要去找陈忠祥无？虽然我无甲恁伫咧客厅啦。 也毋过我耳啊，我伫咧楼顶就听到恁伫咧楼骹讲的话，知影恁的计划啊。看完了后，你倒来房间，看你安尼哦，伫咧眠床顶边来边去，一直到天光才偷偷睏去。而且，你睏去了，你的表情哦，跟你出切目切。看起来。 你要对付陈忠祥的计划，应该是大成功啊！这场战争，阮确实赢了。对于陈忠祥，伊并没有什么积极发生，那么伊的黑旗头骨就准备保护啊，款款的宣布破产。除了陈忠祥这个鬼王啊，阮罗家未来。 才有真正的光明。黑石头骨一倒去，咱就表示干爹对我甲小雨的威胁正式结束啊！嘛是我必须爱离开家风，离开罗家所为人，等于过我家己人生的时阵啊！家风，希望到时阵你会当坚强，莫甲过去同款对人生失去希望。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放袂记我对你造成的伤害，甚至袂记我这个人。安尼，你唔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幸福。等陈忠祥的代志解决了，阮
我甲阮爸请一个长假，你敢愿意甲我做伙去外国待一段时间？离开这纷纷扰扰，咱会当重新开始。甚至等你家囡仔生下来了，咱才做伙转来嘛会用的。我真是想无呢，全世界查某想死了了心，你是安怎这样坚持要把我绑在你的身躯边？安尼敢真正有够浪漫？就算讲你即摆对我已经无意爱啊，啊，不过时间一久长了，伊总算会我感动着的。到时阵无得卡，我嘛会得到你一点点啊，对我真正的感情。我希望你考虑看卖，明仔日就去回答。你即马敢有闲？小等约来工作室见面。其实安尼嘛无啥物唔好啊。你捌讲过，咱要离开老家的时阵，一定要清清白白。而且，咱家弥补因的过错，咱嘛尽量咧斗相共，尽量咧弥补啊。所以，咱无亏欠因啊。千月。我即马是靠烦恼你的安全。当我老爸坦白了后，我烦恼，万一掠公客找我算账，到时牵连伤害到你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所以啊，要赶紧把罗家宝讲清楚，离开罗家，知无？姐，你的丢丢是不是因为罗家宝？你是不是对伊冷心啊？还是？你有真心感动？你嘛不要啦，不是安尼啦。我的只是同情这个人尔，啊，不管我哪打击伤害伊，伊一直拢相信伊所相信的爱情，肯放弃。也毋过伊但若发现我真实的身份，对伊来讲嘛是搁另外一款的打击。我两个立场哦。根本就是做相对的，这点我家己有自觉啦。我跟安姐的立场，唔就是甲金云同款。若是安姐知影真相了后，伊敢会了解我的苦衷？你敢有法度原谅我？我是不是想乐观啊？我乃认为，也给我一遍机会。小雨，你是安怎？那安尼细心细心。哦，无啦，我只是想安怎顺利来插入去老家啦。金玉，罗家峰那边，伊若无好讲话，我会当出面替你讲。你别烦恼啦，我给你想办法去跟罗家峰讲清楚就好啦。你现在是回来在跟我等，等于你反背成功，等于你是固定啊，你可以轻轻松松就把母子拍在土下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是该不错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跟靖宇为了做好你的距离，甚至偌济伤害我袂要紧，那是我善待，就算有原罪，我也愿意担。啊，不过靖宇不是咱单家的人，伊无必要
为了行李，想要有文静，要牺牲人生。爸，我拜托你，你放过金月，好一个新的开始，好不好？不然明姑是我的姐弟，不过明姑找了伊的亲人，我的姐弟也结束啊。今麦出金月，我会保护伊。所以爸，我拜托你，放过金月，这是我对伊的错，你别为难我，好不好？今麦，你个人要紧，你心内想要要紧迄人，你惊你亏欠啥个？好，安尼我着换控制另外一个人。美姑对了讲无好，我换控制禁欲。你要带着你兄妹的感情，你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啊。爸，就算无甘心，嘛赶快来行社会，一日拢袂当走是。看起来，我好为公正。你是听无我的意思，咱爸仔早就无甘心啊！好，既然爸坚持要帮伊禁欲，那呢，你莫讲我袂听话，我一定会甲禁欲抓走，恁家的恩怨，我拢袂管啦，爸。请你好好保重。陈宇，来听我清楚，你即马是要走出这个大门，安尼咱爸仔囝结婚，到这为止。Thank you.